天亲自带我奶奶出来溜达溜达。Hello。Hello。逛完了，我们要吃午饭，然后再回家休息。太累了，今天。这有一个新疆餐厅，人都是爆满的。好多新疆人，他们家这烤包子有模有样的，真不错，肯定好吃。太累了，当司机也不容易啊。今天应该有30度吧，你像妆都没了。等拌面。还有烤肉，拌面的味太棒了，太棒了这味道，还有加面，仿佛我现在就感觉我住在三亚的小新疆。